大家龙腾四海，全年好运一条龙。今日是2月12号农历正月初三，亦都是赤口。而交易、动土、嫁娶、事业最旺的生肖是猪，事业和财运俱佳，付出和回报成正比。猪女大祖儿在剧集《非常日子》里面不单止演技亮眼，就连空姐造型都十分出色，红色的制服再加上黑丝，获得不少网民大赞好所。而她早前在休息的期间去到日本旅行，还说自己一晚食足三餐。祖儿放完假回来就要努力工作，拍翻多些好剧，你的努力大家都会看得到的。欣赏的椰子世家汇聚精华，祝大家胃口常开，富贵齐来。今日的幸运星是天秤座，得到好运气加持，而抓住时机为理想奋斗。内地人气男星肖战就是天秤座了。虽然他因为经常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推至舆论的顶端，遭到无数黑粉长篇大论的诋毁和谩骂，只不过早前他在一个内地的颁奖礼里面，以1282万次推广拿到喜爱人物评选冠军之外，还凭主演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、《玉骨遥》和《骄阳伴我》分别获得喜爱作品剧集部分评选的冠军第四和第五名。红白网络人气票选，肖战你得到好运气加持，记住要做好自己，为理想奋斗。